家好，我们现在打印的是一个白色的手机壳，准备打印一张非常鲜艳的卡通图片，现在已经做好定位了，直接放上去就可以了。这样放上去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可以开始打印了，高度什么的已经都调好了，可以开始打印。现在已经打印出来了，它这台机是白彩虹出的，它先出白墨再打彩墨，打出来效果是挺好的。现在已经打完了，大家可以看见这个效果是非常的清晰的，非常的鲜艳的这个效果。